你很后悔了，你要再reverse 那个 step 的话，是在这边。你看到这个加吗？加的旁边有一个 print， 就是打印。print 的旁边有一个箭头，这样子的箭头 ，left right 的箭头。那你就 click 这个，就是返回，再 click 多一次，再返回，再 click 多一次，再返回，看到吗？或者是你就说，哦，我没有后悔，刚才我还要再继续用回刚才的东西，你就 click 这边，会用吗？这边是取消，什么 undo redo， OK？ 在这边，那你在这边就打你的名，打你的名字喽，伊万娜，我打我的名字啦，伊万娜罗慧萍。通常你在做 presentation 都是要打你的名字，就是打标题了过后打你的名字嘛，对吗？过后呢，第二步是做什么呢？你就要加 new slide， new slide 是就是 drop 到这边，在 drop 到这边有很多样选择，有标题幻灯片，有这个章节标题，有章节和正文，就是 title and， 对啦，我英文。就是 file， 就是 title and body 啊 ，body 是正文，过后标题 and two column，OK，两个 column 的，then after that， title only 就是你只有标题，过后另一个就是 one column text， 就是一个 column 的一个 body， 过后还有一个是重点，另一个就是章节标题还有说明。过后另一个就是 caption 说明，哎呀 ，sorry 啊，过后另一个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数字，还有一个是空白。说你在这几样，就是在这几样里面你可以选哦。通常我就是会选了这个过后，我就不会再去做什么大大的改变，因为我觉得他们 Google 所给我们的这一些。Template 哦，已经很够用了，已经很好了的。你的 presentation 不用做得太复杂的，就越简单的presentation 是越好的 presentation。所以我通常在用 Google 的时候，他们所给的什么，我就是用什么。所以let's say 我现在我要做第二个 slide， 我就 click 这个嘛，对吗？所以我 add 这个，所以我就在这边打了我的 title 咯 ，title。One， 这边呢 ，Body One，OK，、okay? 这个也是很 clean， 就是很干净啊，很干净的一个 page， 接下来呢，我要做这个标题和两列 ，OK， 那我就做这个 Title Two 打啦，过后这个是 Body Two， 还有 Body Two， 我觉得这是很干净，很 clean 啊，你的 presentation 出来要很 clean 的那一种。过后第三呢，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啊，一个一个来研究，就是one column 的 ，OK， 所以你发 title three， 过后你就打 body three， OK 吗？接下来呢，你就又再来 click 这边要点，要点呢就是 title one， title one two three four， 就打 four， OK， then after that， 这个你有那个 title five， 过后这个是 subtitle，title five， 过后你接下来就是打 body， 你的字 body five， 我觉得很美哦，他们的设计很美哦。过后你再继续打 click 这边，你就是打说明，就是写 body， 有可能你这边是 image， 是 body，OK，、okay? 过后你再加这个大数字，就是99分。过你打一些 body， 很美哦，我觉得很干净啊。还有一个是空白，空白是什么都没有，是 up to 你咯。所以在空白里面呢，你可以放照片，你可以放什么都可以。OK， 所以你们会吗？你们有玩过这些吗？现在你们就一个一个来按，一个一个来按，一个来玩。现在是你玩这个东西的机会咯，给你 familiarize 啊，华语是。适应这个东西 ，OK， 你要多多按啊，电脑的东西你要多多敢去按啊，你敢按啊，就你就学到比较多。OK， let's say 刚才我说那个背景，
你不喜欢你要改也可以啊，所以你想改那个主题你就带主题，然后你就去 let's say 我今天我要换这个颜色，就是主题，你看到吗？它每一个主题里面哦，它的那个这些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它有它自己的 design， 说你一改的话它全部都是跟着它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就事半功倍啊，你就不用一张一张 slide 改。所以为什么我是强力又再强力的推荐呢？用回 Google 这样子的 presentation 已经是够了的，你的 presentation 已经是很好了的，因为越干净的 presentation 越好。OK， 如果你用自己的 customize 的话，不是不可以，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在做你的 slide 啦。嗯 ，OK， 说、so, 如果你想我不要这个、哦、我要改，那你就 click 主题，那你要改咯，你改去 let's see 奢侈，你改 ，OK 啊，你看你改的话，全部都变了。全部都变了，都很 clean 了，我很喜欢，很 clean 了，你不觉得吗？很干净啊，哦，太好了。And then 如果你觉得说啊，这个太就是有这个很左顶，还有叫什么，很就是很左顶啊，很左顶啦，你就把它 cancel 啦，就你就可以看到没有这样左顶了，就看到你的左边是这些 slide， 右边是你要 work on it 的那个东西。那如果你要改的话也不用担心，你想说哦，我 click 不见了怎么办，在这边吗？主题你再 click 多一次咯，它就出来咯，出来了过后你就选啦，你要什么都可以啊，选这个热带哦，鸡眉太漂亮了，很漂亮啊，越看越喜欢了。 OK， 过它的那些颜色啊 color scheme 啊都是它精心设计的，这样子的 color scheme 是最迷人的、啊、在英文我们讲最 captivating 的，这样子的 contrast，所以你就让他做他厉害的东西吗？所以你就是负责做你的 presentation。嗯，所以我教到这里，大家 OK 吗？大家 OK 吗？我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有 try out 这全部东西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十一样东西，当你们在你们的这边 try out 你们这十一样东西的话，请你们在你们的 chat box 那边打十一。你，我在等着啦，就是我给你机会做啦。如果你假设不用紧啦，一般呢，我看你做啦，等一下我做啦。通常都是不，你要很大的资历才会做到，所以我是要求你在这边你就做，我等你啊。所以我们的学生 Sharon 他就打了十一，就是讲说他本身已经 try 过了。这全部很好，其他的学生呢？其他的学生没有声音的，我在等你们呢、啊。我等你们一下子啦，我等大概两分钟这样子。OK，Ryan 也是十一啊。其他的呢，继续打十一，就是讲你们要 practice 咯，趁这个机会，电脑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按了，你要敢去按，你不敢按哦，你就学不到哦。Yeah man。嗯 ，OK， 其他学员，你现在呢就是要三个边缘打完一二三四，就是做完这个啦，做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So for Sharon、Brian 和 Jimmy， 我又有另一个问题想问你哦。我另一个问题哦，你会换主题吗？如果你会换的话，你不然你告诉我你现在的主题是什么？你看，你现在主题是什么？你进入什么主题？你们喜欢用什么主题 ？Pink， 小文讲 Pink。其他人呢 ？Brian 啊 ，Jimmy， 你们是什么主题 ？Blue。Pink Blue， 还有嘞？其他人呢？你们是什么主题？Swiss， 可能是 Swiss， 就是我们的学员哦，心情都你看都不一样了，每个人的心情。这两个很重要啦，你学了过后呢，另一个
要学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在 presentation 那边经常用啊，经常用的东西都是 insert image 啊， insert graph 啊，这种东西嘛，对吗？所以 insert image 是你经常用的，那既然经常用，我就教啦。因为你我教了过后，你现在就可以 impress 你的老板吗？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 presentation slide， 跟你老板讲，你看我还得给。OK， 来就 insert 咯。所以在 insert 方面哦，